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你这给小朋友打电话吗？没说吃干啥去吧？没说。要不找我给他带去吧？你别给他打了，他省得起来你给他打电话是啥？我要带瓶了。你别给他打了。要不给他带去吧？本来没多大事儿，他。上一会儿去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哥，那个咱们后头没带走，扔在那。你要啥呢？我给你带个罩子呢。你要啥？你别拉了吧，我感觉呀，你别掺和俺俩的事儿了。本来俺两个吵架没多大事儿，明天就消气了，估计。喂。喂吧。你在哪呀？你那里抽两个烟，抽一个烟，别生气了。嗯，没生气吧？没生气。哥来，到明天哥来。哎，中吧。到明天吧，来了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中，没事吧？我今过两天就好了。也其实跟那心里也没啥。嗯，知道吧？我说今儿一天都没啥。怎么上头上公公那么说他了？嗯，没事吧，没事。我就是想当个人，就是心里烦恼了吧。我吵他了，说他了。没事吧，没事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嗯，等明天来吧。中吧，中。中。过两天就好了。中啊！那过了吧那。我一开始没上他，我给他商量过，没听见。我给他商量，他没搭理我。我给他说了好几遍，他没搭理我。他是没听见。他说啥呢？说等明天就过来了。嗯，走。嗯。